由十二世界杯小邦进入复赛，昨晚咱国的代表队对阵着多米尼加，陈水兴是共主代表队伫即届比赛头一支红布浪，最后咱国的代表队是以16-1提早结束比赛来赢球。U12 世界杯小棒赛超级循环赛复赛4号暗时开工，中华小将第一战就面对多米尼加，第一局的上半场就去予多米尼加攻出第一局的全垒打。不过中华小将后半局是开始反攻，先是打者内野安打上垒，陈瑞兴阁讲安打约白比数，后小中华队嘛伫个满垒的状况之下，攻出一支有两分拍点的安打，以3-1来领先。来到第二局的下半段，台湾队打线是大爆发，加上多米尼加单局是发生3次的失误，一口气是拍下8分。三局的下半段，陈瑞兴仅攻出得名外野的一分全垒打，也是台湾队这届第一支，比数是由大到16-1。而最后中华队是靠着全场12支的安打，提前第4局以16-1拿下关键的胜利。而接下来中华小将5号暗时6:30，也同款伫个校棒主球场来出赛，对手是到即马拢无输过，打击火力是真强的美国队，有机将会上演一场精彩的对决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